醒了吗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你醒了？那我们直接说结论，四周都找过了，没有可疑的东西。按照之前两处幻境的规律，应该会有一件承担着入口职责的物品才对。会不会是没到时候？你的意思是再等等？嗯，而且菲希尔不在这里，我想他很可能比我们更急着找到入口。我们等等吧，给幻境，不，给菲希尔一点时间。有什么东西掉在沙滩上了？是一本书，旁边还有只乌鸦的雕像。这尊雕像长得好像奥兹哦。一起出现是什么意思？这本书是他送来的吗？这是什么？日记。我看看，圣国的咏唱，我都没见过叫这个名字的书。看封面，难道是菲希尔自己写的？这么一说确实像他的风格，圣国的咏唱，书名不错，我喜欢。这本书的名字有种神圣感。怎么样，要碰碰他吗？还没回来，算了，我们先去看看吧。如果菲希尔见到这本书，应该会来找我们。我同意哦，就像被人偷看了日记一样，肯定要进来阻止我们的嘛。如今的国民无从忆起，但学者知道，远在早于圣徒时代约600年的混沌期间，皇女殿下便已君临世间。不会吧，旁白？不愧是书里的世界，竟然还有旁白给我们讲故事。路断了，走不过去。那边有个装置，像是等着我们靠近一样。我总觉得这里的一切是不是太过刻意了？是圣国嘛，体谅一下。也是，这么明显，完全就是希望被人发现嘛。不愧是菲谢尔，在这种地方坦率的可怕。他怜悯生灵，不愿见他们蒙受苦难，取夜色与幻梦编织出最初用以庇护万物的夜晚。欢呼朝拜皇女殿下的威能，遵循她呼唤，纷纷迁至该片后被称作幽夜净土的神圣国度之中。还真是幽夜净土啊，看起来有模有样的，不错呢。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
我等建立圣国，奉皇女殿下为至高之人，又将诗歌、戏剧与冒险带入国度，使之成为幽夜净土之纲要。像工作室，零时分，皇女殿下自天阶而下，令众臣得窥其无上圣辉。
时机，不对。天哪，请救救我。喂，这不是个雕像吗？请别这么说，我是幽夜净土的骑士莱昂。骑士？完全看不出来。看不出吗？好吧，就算如此，也请各位不要怪罪为夜鸦骑士们设计配发盔甲的奥兹华尔多大人。你应该听说过吧，奥兹的全名是奥兹华尔多·赫弗纳范因斯，那还是梅基斯图斯好念一点。嗯，我也这么想。大家都这么说呢。各位朋友，打扰你们愉快的聊天时间实在非我所愿，只是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前面的大门上了锁。确实不知道呢。但愿好心的你们能动动手指将我救上去。作为报答，我非常愿意将打开大门的方法交给各位。你都这么说了，好吧。英雄们，再多话语也无法诉说我此刻的激动，感谢你们。请记住，这是打开大门的口令，令我的子民自由，不囿于古老法则。令我的子民自由，不囿于古老法则。眼睛的病，去吧。迅影如箭。
书记官、各位领主与忠诚的夜鸦骑士登上高塔，向皇女殿下宣誓效忠，亲吻其将子裙摆，并引以为傲。前面好像没有路了，只有一本书。我们刚才听到的应该就是书里的故事吧？所以书名中的圣国指的就是幽夜净土。这本书是在用国民的口吻歌颂皇女殿下。书已经翻到最后一页了，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还没结束。后续呢？我想听后续。那就得继续探索了吧。比起这个看完的书，还是先合上比较好。哎，怎么换地方了？但又没回到海滩上。这里似乎是蒙德的住宅呢。贵安，尊贵的断罪之皇后。小艾咪亲爱的，妈妈做了煎肉排和鱼人吐司，快来趁热吃。母后。哦哦，瞧我都给忘了。断罪之皇女
如可知此刻正是午餐时分。当然了，母后。哦，窗外景色如此迷人，皇女、皇后，二位可否赏光与我这断醉之皇帝一同外出野餐，看看风景，享受上天恩赐的美味。是的，非常愿意。那个，大家是不是都有话想说？我直接问了，小艾咪是菲希尔的真名？应该是吧，刚才那两个声音好像是他的爸爸妈妈。看我干什么？可能有点冒昧，但你真的姓梅基斯图斯吗？哼，你在小看我。本占星术士的全名是阿斯托洛吉斯莫纳梅基斯图斯。哦，对不起。好长，只有天才能拥有这个名字哦。总觉得没有道理。刚才那些你们感觉如何？我确定了一件事，合上书本也是一种引起幻境变化的手段。菲希尔的家人居然肯配合他，厉害啊。但也不会一直如此，听声音这是他小时候的回忆吧，长大可就不是这样了。莫娜知道很多嘛，身为朋友知道这些很正常吧。菲希尔现在会在哪里呢？刚才那个声音说他要出门，我们不如也出去看看，应该会有线索。哇，回来了。不对不对，怎么回来了呀？故事还没听完呢。这种感觉糟透了，就像买到假冒伪劣占星教程，或是晚餐吃到一半发现忘带钱包。好难受啊。他俩很受打击的样子。实不相瞒，我也不喜欢看被腰斩的书。谁会喜欢呢？各位，我们再进一次幻境吧。好主意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啊？没反应，位置也没变。奇怪，刚才还能进的，现在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。为什么？存心不让人看完这本书吗？太坏了吧。是因为这本书已经读到最后了吧？离开幻境前，我们见到的这本书被翻到了最后一页。我觉得圣国的咏唱可能不止一本。好像什么俗套轻小说的销售套路一样，预知后事如何请购买下卷什么的。可恶，我一定要看到结局。是的，结局，大家都爱看书的结局呢。啊，谁在那边？天哪，他看见我了。立正立正。你是？我是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。名字目的性太强了吧。阿诺德，我问你，是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，不是阿诺德。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，我问你。是的，女士。圣国的咏唱有后续吗？在哪里？您可真是问对人了。圣国的咏唱是幽夜净土的圣典，共有三卷，其余两卷分别藏在王城的两处高地。如果你们想找第二卷，得去高塔顶楼。高塔？是那边那座吗？没错，那就是存放着圣典的塔楼，有条密道能让各位迅速抵达那里，只要你们在那边的山洞里仔细找找。好，谢谢你，阿诺德。是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，不是阿诺德。美丽的女士，您没有其他话要问我了吗？有没有女朋友？每月收入情况什么的？没有，再见。别理那只野鸭了，前面山洞里有密道能直达塔顶，我们走吧。女士，您当真对我不感兴趣？
我可是看您如此美丽才愿意告诉您幽夜净土的秘密。女士，瞧那位女士的表情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要怎么才能获得女士的芳心呢？闲人勿扰，如琉璃一般飘落，无处可逃。调整战略吧，剑印斩兵，宝印换剑。决胜负，风，回应我吧！血影一剑，呵，收纳完毕，就出。下一项工作是，我会跟上的。工作室，工作室，我会跟上的。站住！什么人？看你们的样子，不是幽夜净土臣民吧？说，来这里做什么？竟然有守卫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如何证明自己是殿下的家臣？哼，问出如此狂妄的问题，正说明你们眼光浅薄，令我的子民自由，不囿于古老法则。是幽夜净土的口令？他们真的是殿下的臣子？天哪，我僭越了，各位请原谅我们。知错了还不快退下？啊，是属下这就离开。他们走了。这就是圣国的咏唱第二卷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出发。然而幽夜净土迎来连续如噩梦的阴霾，邪龙塔斯拉克潜入地下，越过海底，游走至王城之上。哎，有龙吗？我觉得只有天气变阴了。龙？会不会是种比喻？是吗？不认可他，反驳他幻想的一切，共同构筑成了他的宿敌，邪龙塔斯拉克。
知其危险，向救世的主宰祈祷。下一项工作是去吧。可别眨眼。小姐的意思。殿下降临，大战不免祸及王城。
最终，他以圣才的雷电击穿龙鳞，在龙血凝成的暴雨中讲演。他说道：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救我！我才刚听到重要的地方，皇女到底说了什么呀？这个声音好耳熟，不会又是那位夜鸦骑士小哥吧？
血影如剑。风，回应我吧！剑光如我，斩尽如砸，去吧！剑印染冰，宝印换剑。血影如剑。禁止接触，可别眨眼。血影如剑，闲人勿扰。太好了，有人。哎，又是你们几位？这话应该我们说吧，怎么又是你？且看踏风纵云的本领。我会跟上的。让几位反复看见我狼狈的模样，实在抱歉。果然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要扮演合格的夜鸦骑士还太早了。扮演？说来惭愧，我并非真正的骑士，而是最近刚找到新工作，预备在戏团中扮演骑士一角的新人演员。这种事有什么好骄傲的嘛？不不，各位有所不知，在幽夜净土，戏剧是非常重要的文化，好的演出是对皇女殿下最大的报答。哦，就是说这是你们的本土文化了？正是，因此我很高兴自己能出演骑士。你们的皇女殿下为什么喜欢戏剧？皇女殿下曾说过，为本皇女献上庆典，到旷野中演出戏剧，向我叩拜，向我献上纯净之幻梦，以换取永夜荣光。我想，一定是因为皇女殿下懂得真正的艺术，
又能分辨人性最深处暗藏的喜怒哀乐吧。戏剧的灵魂在于感情的凝聚与升华，读懂戏剧的人都有一颗敏感又情绪丰富的美丽之心。原来是这样。感谢你的回答，骑士先生。啊，哦，您竟然愿意称我为骑士，万分感谢。那么带着这份荣光，我将奔赴我的战场了。各位，有缘再会。别再会了，下次注意安全。哦，对，请记住开门的口令，听我命令，振翅起航。下一项工作是听我命令，振翅起航。我会跟上的。出现了，书本。尊贵的父皇与母后，贵安，今天理应是幽夜净土的庆典之日，我希望二位能包容。小艾蜜，你呀，都这个岁数了，还老说那种话。你是大孩子了，别再相信这些童话书里的东西了。可是……啊，对了，妈妈给你买了一套新书，教弹琴的，好好学好吗？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东西上面。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回来了。刚才我们似乎不小心窥见了邪龙的真面目。哎，这种事我可太有体会了，总有人觉得我们的爱好是浪费时间。啊，你我是渴望被问路的阿诺德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哦，我猜你们应该会找《圣国的咏唱》第三卷。还真是让你猜对了。亲爱的女士，您不必为我做任何事，您的美丽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，我将在此献上您所追寻的答案。圣典第三卷位于王城顶楼。有什么安保措施吗？当然了，先生，您在说什么傻话，任何国家都不会将最重要的书暴露在荒野上。也就是说，那边依然会有夜鸦护卫。看守圣典是臣民无上的荣耀，但没关系，相信这位女士只是想阅读圣典而已。您的面容如此迷人且富有智慧，您的同伴也像是英雄，如果是诸位，应该能读懂我们圣典中的故事。殿下的事迹经大书记官奥兹大人转述，成为了幽夜净土的珍宝。每一次我读这本书，都盼望殿下能感到幸福。相公，霜寒化生。跟上的。
又是你们。干什么？我们可是皇女殿下的家臣。不不，胡言乱语，皇女殿下可不认得你们这种小人物。啊，你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？我再说一次，皇女殿下可不认得你们这种。汝刚才说谁是小人物？皇女殿下和奥兹大人。对幽夜净土的诸位臣子说出这种话，守卫先生们未免太冒犯了些。哼，本皇女精心挑选的臣子岂容汝等看清，还不速速退下。可是。没有可是。是是。菲谢尔奥兹，你们归队啦。嗯哼，汝暂且这样认为吧。小姐的意思是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里，虽说不愿面对这处幻境，但也不能抛下各位。莫娜说对了呢，不愿面对。有种日记本被人偷看的感觉，对吧？肤浅，本皇女若真是轻易就能动摇之人，世上可不会有如此壮丽的幽夜净土。小姐的意思是，这里还有别的麻烦。麻烦？你们遇到什么事了吗？这件事稍后再议，先办正事。动起来动起来，书就在眼前，可不能傻站着。壮丽又脆弱，庞大又胆怯，令我赞叹，也让我作呕。小姐的意思是，从没见过这么夸张的幻境，即使是她本人，也叹为观止。片刻，不必想了，小姐，这正是您从前因悲伤过度不慎手滑打碎的城堡玩具。奥兹，不要说出来。本皇女刚刚想起，有关我之皇城，可是缺失了两部分，所以是要找两个碎片，对吧？在龙血凝成的暴雨中讲演，他说道：“令我的子民自由，不囿于古老法则。”多么富有智慧与博爱的词句，果真是小姐手笔。哼，可这片王国看起来绝非如此，背后掩藏着的阴影令人在意。皇女殿下又咏唱起来，音节连通，即为幽夜净土之圣歌。
闲人勿扰。剑出，邪魔退去，血影如剑。下一项工作是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，去吧。剑印染晕，可别眨眼，一决胜负。捡起石头，打出城堡与乡镇，铺上山岭和海洋。我等金碧辉煌的王国是狭小又禁忌的乐土。
如赤令。工作室，下一项工作室，我会跟上的。像工作室，听我发指。剑印染冰，宝印幻剑，以剑为师，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，可别眨眼。束手不住吗？
听我发指！血影如剑。朝拜他，他回答：“为本皇女献上庆典，到旷野中演出戏剧，向我叩拜，向我献上纯净之幻梦，以换取永夜荣光。”听起来是个好结局呢。我就知道他会出现在这里的。啊，请别这么说，即使不成熟如我，也能感觉到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。
小哥，你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出门啊？旅行需要耐力、勇气和危机意识。你有了耐力和勇气，之后还请注意增强危机意识。各位的话，我会牢牢记在心中。但这一次，我们真的该告别了。你或许还没有察觉，但我知道，天气变得晴朗，海面平静又美丽。各位一定为我这样冒失的人都能当上演员感到奇怪，但请相信我，这不是偶然。每一只夜鸦都在寻找工作，工作等同于我们的命运，我们生来便要找到自己命中注定该扮演的角色。啊，各位或许还没听说，《圣国的咏唱》是一本预言书。预言书？可它不是你们的圣典吗？是的，数百年前，幽夜净土被不祥之气覆盖，我们的主人却像失去了治国的兴趣一般，未采取任何行动。随后有一天，大书记官奥兹出现在我们之中，他带来圣典与一则振奋人心的预言。那预言正如书中所写，昭示着幽夜净土真正的幸福。为此，我们坚信满天阴霾必会散去，我们衷心期待旧世的主宰者皇女殿下，她一定会想起这里本是怎样的乐土。为了她，我们要仿照预言献上戏剧，所以我站出来扮演勇士。我愿走过千难万险，踏过刀山火海，去向她献上我的真心。哼，您是皇女殿下？对啊，刚才救援的时候她不知为什么躲在后面。我之臣民，汝的意志足以斫断邪龙的手足，现在我会收下汝的祝福。我倍感荣幸。汝做得很好，骑士的美德汝也已然具备，去吧，就位，等待演出开幕。赞美您对皇女殿下的虔诚之心，覆盖幽夜净土全境的阴霾将由皇女殿下率领我等护从击溃。感谢殿下，也感谢各位英雄。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对了，如果各位需要，请务必记得前方大门的口令是永夜的序曲。我都糊涂了，你们刚才在演哪出？难道在场诸卿就没有一人能听懂我这真言吗？愚笨。小姐的意思是各位很笨？这种话就不用翻译了，你说谁笨？皇女殿下先前说的正事就是这个吧。速战速决，走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究竟怎么了？永夜的序曲，书在那里，去把它合上吧。但愿这次不要被传到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图书馆，我们在图书馆里。啊！哼，我苦苦搜寻的宿敌，无为又懦弱的所谓皇女，就是你吗？哼，可笑！你又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战胜我呢？要知道，你先前表现出的恐惧和犹豫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怎么还有一个你啊？是影子吗？影子？对，我们之间确实如此。你是来向我投降的吗，小艾米？你那边那位夜鸦，你是奥兹？很好，我也等待了许久，听说
有位名叫奥兹的大书记官把圣国的永畅带入幽夜净土，想必就是你吧。啊，诚惶诚恐，小姐。啊，你怎么叫她小姐？如各位所见，那边的也是小姐，既是小姐，就是我奥兹的主人，不是吗？嗯，不无道理。不妨告诉各位，幽夜净土是有来无回的地方，你们来到这里就要被我征服，成为我的奴隶。至于奥兹，虽然你带来令我不快的预言之书，还令愚蠢的臣民们疯狂朝拜那言之无物的东西，但你可是奥兹啊，那不如到我身边来，毕竟菲谢尔就是要与奥兹搭档的呢。感谢小姐的赏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奥兹，你去哪里？他居然去对面了。菲谢尔，这就是你养的好乌鸦？现在不是数落我的时候吧？奥兹，你被蛊惑了吗？为什么相信他说的话？幽夜净土不该是自由与戏剧的圣土吗？大错特错，幽夜净土才不是那种儿童游乐园一样的地方。听好了，它是为无法面对现实之人准备的坟墓，你会葬身此地，我则带着我们幻想出来的奥兹永居王城。坟墓？你应该最清楚才是，为什么幽夜净土下着雨，为什么这片乐土上没有真正的歌声，是因为你，就是你。太可笑了，你才是罪魁祸首吧，小艾米。幻想出如此庞大的国度却不能承受，对自身创造的事物感到动摇，就算再怎么逃避也无法改变你自己。是因为你无法真正抵达这里，我才降临于此代行职责。幽夜净土现今是我的东西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我小艾米，你是一个软弱的傻瓜，不配拥有这个世界。滚出去吧。喂，说够了没有？自己骂自己还能骂得这么精彩，看来这件事困扰你很久了呢。莫娜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哼，你该不会要认输吧？我不想承认，可是他说的。不，请别这么想。皇女殿下，还记得我们为何来到这里吗？晚夜，我是来自道奇的剑客，负责守护你的安全。至于这几位，也都应你呼唤而来。有自己的坟墓，听起来也挺酷的。但很可惜，幽夜净土不是坟墓。星燕，哦，交到朋友了呢。但你以为这样就能赢过我？我可是你的恐惧与黑暗，是你这么多年来始终无法逃避的噩梦。在我面前，你一无是处。不对，我不能，我还不能输，我才是赢家。给我等着，你会后悔的。不要着急，一步一步来，稳住心神就能获得胜利。发了。
虚影。该出发了，打起精神，不要输给别人，更不要输给自己，你一点都不懦弱。水中幻月，命运在，能跟上节拍吗？该出发了。云影，夜明，好痛！呀！听我的最强音！倒映水中，起，风共云行，占卜好像又灵验了，结果是我认识的那个菲谢尔大获全胜。竟然能通过那个噩梦般的图书馆，给我退下！现在，你还觉得我会输吗？你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懦弱渺小。我是有过那样的日子，因为我是一个不能面对现实，成天做白日梦还不堪一击的人。可现在我明白了，在看到这片幻境的一瞬间，我就想明白了，看到外面那么惊人的幻象了吗？无比庞大，无比美丽，这就是我的想象力，我力量的根源。你似乎很自大，黑暗的东西总是很狂妄，但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你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皇女，只是钻在我影子里沾沾自喜的灰尘。你才是失败者，那个拖我后腿的人。懦弱，所以浑身尖刺；胆小，所以靠自暴自弃来伪装。这样的你，比我更弱小。还给我！什么？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！幽夜净土、王城、子民，还有
上最重要的，我的伙伴奥兹。哎呀，小姐竟然能说出如此流利又极富气魄的话语，您当真成长为皇女了呢？还敢说话，你这个叛徒。不，小姐，我之所以在这里，是为了向各位证明一件事。众所周知，奥兹会跟随断罪之皇女菲希尔，二位既然都是菲希尔，我出现在谁的身边都不要紧才对。可是您看，当我站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您也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，不是吗？原来如此，高明的劝谏。我的身份？您认为菲希尔究竟是什么？啊？这是我给小姐您的问题。菲希尔是生活的失败者，一个心怀恐惧的胆小鬼，无法面对幻想之外缺乏谎言的自己。不，您说的不对。菲希尔是我。哦，反应很快啊，就这么简单？这才对，小姐，菲希尔或许是断罪之皇女，却不总是，或许勇敢高傲，却也胆小懦弱。菲希尔是您自己，既高贵又平凡，是水平一流可总也交不到太多朋友的冒险家，是不可思议之国的皇女殿下。菲希尔既胆小又强大，惧怕他人的闲言碎语，也渴望得到他人的崇敬。更重要的是，菲希尔是一个常在心中自我批判，被自己打败无数次又无数次站起的进取者。小姐，除了您，没有人当得起菲希尔这个名字。它是复杂而单纯的符号，指向梦想与自由之美。无论是否受人追随，小艾咪就是菲希尔。菲希尔是您在心中无意识写下那句箴言的贤明之人。令我的子民自由，不囿于古老法则。感谢您创造优越净土，为我等搭建家园，又于潜意识中写下圣国的咏唱，使我等永远坚信光明将到来。现在殿下，请接受您的黑暗，恢复成原本的姿态吧。影子回到了他本来的位置，也就是菲希尔心里。哦，来了吗，诸位？啊，这种感觉是……啊，哈哈哈哈，我之臣民们，听见了吗？本皇女的召唤。听到了。一恢复精神就吵吵嚷嚷的，受不了。奥兹所言甚是。今日正是本皇女取回真心，再度君临幽夜净土的伟大时刻。现在我宣布，欢迎来到幽夜净土。耶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少女从图书馆中找到了前往未来的路。他对自己说，要创造自己的梦想之国，捡起石头搭出城堡与乡镇，铺上山岭和海洋，并告诉所有同样抱有梦想的灵魂，请为一切不真实之物感到骄傲，因为我们高于这个世界。因为吾等金碧辉煌的王国是狭小又禁忌的乐土。真是令人高兴的日子，我找回自己，成为了真正的皇女，幽夜净土真的降临了。
尽管如此，我也明白，隐藏在我心中的负面情感并不会就此消失。没关系，我会带着这些弱点继续战斗，因为我已经明白，我所拥有的东西独一无二，如此美妙。菲希尔，听说外面剧场已经搭起来了，你不去看看吗？派蒙琴，注意言辞。哦哦，好吧，皇女殿下，您不愿赏光外出看看吗？身为臣子，竟敢嘲笑光彩荣耀伟大的皇女。尽情狂欢吧，今天可是幽夜净土的大日子。啊，小姐的意思是诚心邀请诸位奉上最大的热忱，尽情庆贺着至夜圣土降临于世的。好啦好啦，别再翻回飞蟹耳语了。假如是这样的国度，当地的戏剧表演一定很好看吧。至于我关注的谜题，应该也快有答案了。对了，好像还有件事没做。皇女殿下，奥兹，我们失陪一会儿。好的，二位一会儿见。再试试，看能不能联系上温迪。是你呀、啊？哎，不是卖唱的吗？我们确实素不相识。我知道你想联络海岛之外的人，但现在还不行哦，所以我截断了你的通讯。咦？比起询问，你不想自己找出答案吗？不可思议的幻境，它代表深梦，正是人心最本质的映射。去看吧，亲眼看清这一切，待故事落幕再告诉我你的感受。喂，刚才那是谁啊？好奇怪，为什么这个人能截断我们跟温迪的联络？他又为什么要问你的感受呢？不行，我想不明白，有点害怕，但我会保护你的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陪着你。